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广东广州，这里是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。今天呢，主要是体验一下华南理工的这个大学食堂，看看广东省重点的985大学这个食堂的饭菜以及这个建设怎么样呢？哇，进来的第一感觉人好多呀！因为现在是12点钟，刚好是学生下课的时间吧。这边的菜真的好便宜，青菜是1.5块，然后肉菜是2.5块到6块7块吧。那我点青菜吧。喂。看上去呢，还是色香味俱全的，主要是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，基本上10块钱就可以吃得比较充实了。他这里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，像广州的中山大学，它是不能用支付宝和微信的，所以这一点还是做得很不错。如果大家想来体验这边吃饭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还有很多的人呢，在这边办卡来消费，他这边是允许办卡消费的。在这个大学里面吃饭呢，这个卫生还是可以的，主要也是安全又实惠。一个月必须要这个，这个是瘦肉，瘦肉，哎，有一点瘦肉。等一下，哎，你三个啥青菜要买吗？要什么两个？一个花菜。一个花菜，还有一个青菜。看看吗？没了。在大学里面呢，吃的平整真的是色香味俱全。这边呢，还有很多的火锅、麻辣烫之类的。在我镜头前方呢，就有很多学生是点的麻辣烫，打着火锅。这种冬天的感觉，吃这种还是挺舒服的。因为现在广州的温度也不是很高，大概白天的话也就22度左右。这边吃饭风景挺好的，直接可以看到窗外。然后我再朝着里面走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吃饭的价格表，大家来的话也可以参考这个视频。因为大学的食堂挺多，我现在呢是在这个2楼的2食堂。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拍在这里。